观看旅行观世界这个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庸。小妖今天想带大家走入一个快被遗忘的村落，可是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村落，它是西北的第一村以及西北的第一少呀，那就是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境内的白哈巴村了。你知道吗？白哈巴村可是中国最美的小镇之一呢，尤其是那图瓦人独特的服装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，更是让很多游客青睐和向往。但是让人感觉不方便的就是这的位置实在是太偏僻了，再加上交通更是一个难题，所以很多人不情愿来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再独特再迷人，也不禁让人遗忘了。过程虽然艰辛，但是这个白哈巴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当你来到这个村口时，会看到不少的小木屋，很美观，带有一种欧式风情的感觉。你喜欢骑马吗？如果会骑马的话，不然来一场痛快的骑马吧，然后骑到山顶的观景台上俯瞰整个村庄的美景呀。不过需要注意安全哟，不要太紧张了，小心从马上掉下来。这里拥有你意想不到的美景，能够感受与众不同的风俗习惯，你还可以看到不少利用原木搭建起来的房子，看看周围的树木就可以感觉得到四季的变幻无穷呀。好了，这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